好，欢迎您收看正言上人那里的足迹。上说人生之苦，以病苦为最，八大福田中看病功德为第一。慈济医疗团队为病患拔除人生桎梏，抢救健康的生命，真正功德无量。上说世间最有价值的就是生命，若是丧失性命，世间珍宝也是一文不值。慈济医疗以抢救生命、守护健康、守护爱为准则，视为医疗典范。现在敬请一块来收看今天的节目。慈济四大置业同为一体，彼此相互关怀，和和互协。上说慈济慈善置业是苦难人的希望，医疗是生命的希望，教育是社会的希望，人文是人心的希望。慈济从事慈善工作45年，为海内外无数贫困急难者点燃希望，而人生之苦莫过于病苦，而病痛则要靠医生的治疗。上人更为解除人的病苦而开启医疗置业。慈济医院注重医疗品质的提升，更蕴含着尊重生命的人文。在这炎炎夏日，日理万机的上人在繁忙事务中展开行脚，为的是不舍众生苦。已经是有半年的时间无休息，但是就是无出门啊，还是逐天呢，时间都是安尼尽量讲，总是呢忙碌。过了这一次不得不出门了、哦、台中的二期工程医疗大楼呢，真的都已经接近了需要启用的时刻了。我这一次呢最主要的就是要在台中，很感恩啊，医疗团队都很用心，更要感恩的啊，中部的慈济人呢也非常的我们的四大置业啊，都是因为呢人人的爱心守护人，所以让医疗置业呢平坦的完成。台中的这么大的医疗置业，又是上层楼，这种的是守护生命、守护健康、守护爱的，再上一层楼的事业。所以呢，我时时都感恩，就是因为感恩呢，才要多付出的关系。台中慈济医院二期医疗大楼已然竣工，第一院区即将启用。终日为慈济置业忙碌，已半年未出门的上人，此行特为守护民众生命健康的医疗置业，步履匆匆。上人感恩全球慈济人爱心守护慈济四大置业，得以让医疗置业更趋平坦，更上层楼。慈济四大置业和和互协，各置业体主管、六院院长、副院长们齐聚一堂，为台中慈济医疗置业新的里程碑献上祝福。上人欣喜慈济置业人心和和，四大一体，六院一家，感恩同仁们为企业忙碌，为人群付出。每一位呢，啊，为着咱搬厝，那让他的空间更大更大，所以呢，各位都是很幸福，天天呢都为了我们的搬家，相信应该大家都是很幸福，但愿未来的幸福啊，就是美满的期待，
天天都在欢喜美满中为人群的服务。我们大家呢，这一份呢，爱的力量啊，开始就已经了，把这样的家是真的是大家的家，望来哦，很感恩呐、啊，很有心哦。六院的院长来，六院一家四大一体，在台湾的中心哦，这么大的空间呐、啊，一切呢，我们要好好的利用。我是想。因为最近我们有大忏悔、入金藏啊，还有斋戒啊，这是一个呢天下一大事。我们一个宗教能让全省的人人呢、啊、这样的虔诚、这样的斋戒、这样的大忏悔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道场，而且呢是最最具足的祝福。希望啊，我们真正的、正式的启用，就是要在那个时候，这就是带来了全省，也是了全球人的戒圣虔诚啊，最虔诚的祝福，应该呢是在那个时候了。上人感恩四大一体、六院一家，将爱的力量凝聚，造福人群。上人拟定台中慈济医院启用日，将与中区法譬如水金藏园艺同步，在此天下大道场中，集聚众人斋戒入金藏大忏悔的心声共振。医疗大楼启用之时，乃是具足全球慈济人最虔诚的祝福。我们的爱心啊，如何呢在台湾的中心，让我们医疗的人文啊更稳固，这是最大的期待。当然要感恩我们所有的慈济人呐、啊，这么久的时间以来，都一直也是陪伴的、投入的打扫、整理等等呐、啊，我都非常的感恩了。感恩大家啊，想这么大的空间呢，想要去牢牢的。台中慈院第一院区二期医疗大楼开业在即，上人引领四大置业主管巡视院区。台中慈济医院地处台湾的中心，上人期许慈济的医疗人文能在台湾中部更稳固发展，成为守护民众生命健康、守护爱的磐石。我们今天来先看看空间，也期待我们的教育人员啊都一起去。第一期工程已经呢启用四年半了嘛，在小小的空间要把它搬迁到大大的空间，同样呢我也有责任向天下慈济人告知，我们是六院一家嘛，还有四大一体嘛，但愿我们一个家扩大了，这都是呢我们的顶家人。所以先来看看我们一个的新家已经盖好了，还要呢让我们每一位呢都来看看我们的新家呢还有哪里有缺点的，能其他的一样一路过来呢你会很简单，哪里有缺点都是自己的家嘛，就要提出来说我用过的哪个地方什么方式好像不大好用，请大家都要提出来，让他们呢作为说啊，让注意银行去研究，或者是呢看到了哪一个地方好，我们呢也可以把它呢请回来。我的讲赵院长啊，还有简院长啊，弄一个人呢，用眼睛狂看到了有好的，我们都可以呢请回去用。哎、啊，哪部分呢好像做得不错的，
那你就把这样的经验给他们，用软体，你做的部分，或者是呢，在运作软体的部分，你可以提出来跟他们分享。需要我们大家哈，四大一体，六院一家，大家可以来集思广益。大家人来讨论，请我们的医疗大医王们院长梁爱婆出来分享一下，分享好的，提醒缺德的。上周集聚四大议题，六院一家，同是一家人，自家心扩充，大家集思广益，提出建言，提醒优缺点，互相分享经验，精益求精，以提升台中慈济医院软硬体的医疗服务品质。投入金藏演艺，同仁们将演艺成果呈现上人考核，上人给予同仁考绩全部合格通过。每一位啦，都是呢，鼻心过，计时去，我相信呢，已经呢，日日去去的金藏都一一都有入心，这一点对我来说。通通通过哇，非常好，不简单，祝贺你。1966年，上人智某诊所探视病患，目睹原住民难产妇人无力缴纳就诊费用，被抬离诊所时所遗留下的一滩血迹，上人见此人间悲剧，内心深感悲痛，随蒙发慈善工作来救拔苦难。台中慈济医院启用在即，上人回忆往昔，研及慈济四大志业，以慈善为基础，慈济寸寸坎坷路，皆是用爱铺路走过来。你要问我说什么时候开始有医疗事故，要跟大家报告说已经45年了。这种起心动念，一念动三千，这一念心啊，一起心，把握当下就是恒持刹那，恒持刹那就是把握当下。那个时候45年以前，记得那一滩血，就是那一滩血呢，就是让我起心动念，那一内心啊，就一直呢一个心愿。所以啊，这种大医院一定要先有基础，这个基础呢要用慈善开始，所以爱为基础。实际呢，一直一直都是用爱服务。陈院长带小，从第一张相片啊，把我养那个就磨他那开始找土地啊，就这样开始哈、哦，真正的话说从前嘛、啊，回忆过去哈、哦，我们今天站在这么亮丽、这么宽阔、庄严的殿堂里啊，那样的有人文，可要知道过去行过了哈，真坎坷的道路，要把路铺好，这样的走过来。第一期的第一个工程起来，要做护理之家，很多人都要我说哈，去养老院啊，我不爱去养老院，我感觉就讲哈，最好的养老院就是在家里。
然后护理之家呢，就是欧芬来我们家，啊，让我们较长期照顾，不是叫做老人院，我们的都是要照顾有病的人，长期一点的就在那里。我们也是说，尽量的把握时间，能及时救人呐。啊，无迄个所在先来做，那么所以呢才会在那里呢启用这个建设的规划，就是想台中呢是台湾的中心。日本时代五个州嘛，这是台中州，期待说吼啊，用爱啦，真正的把医疗人文呢，真的把它巩固下来。人生最苦莫过病痛啊，这个病痛呢，真的是最难堪呐。但是呢，医疗虽然吼愈来愈是伫发展，不过呢，人心呐、啊。一直降低啦，利润呢一直提升，但是呢，这利益一直降低。要安怎来利益人群？要安怎来疼惜病痛的人？这样的心态呢，可能就会愈来愈来哈，也愈看较少去。但是实际呢，就不管是教育或是医疗教育，我们怎样讲？现在未来少子化，为什么我们一直要带教育我们呢？这个教育完全化，人生的希望是在教育啊。在20多年前，我已经看到了未来的社会的教育呢会有问题。但是呢，这种有问题要怎么办呢？我们人呐、啊，假如没有好的教育呢，未来的青少年也是未来的社会国家的栋梁。假如呢那样的心态啊，差之毫厘，是与千里，这样的伦理道德呢无法在轨道上呢，那怕的呢就是未来的社会的灰烬。教育就是把它完全化，也是很辛苦啊，因为要把教育办好，不只是呢知识提升啦，最重要的呢知识显为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智慧，智慧呢就是有道德观念啦、啊、人生的这个轨道哈、哦、能会走得好，这就是未来的社会的健康哈、哦。啊，也是国家的健康嘛，医疗，不管是伫华人去嘛，是因为华人欠病院；不管伫大拿去，迄个时阵呢，那分家人欠病院啊；台中去吼，嘛是迄个时阵呢，嘛是因为地方需要，所以呢，咱要伫迄个所在来补充。大拿病院呢，是以人文。这个人文哈也爱心，看病医心，同时呢守护爱。从第一块砖呢的以前，那都是因跟缘呐、啊，因缘呢都不断不断在进行中啊。看到了这样的结果呢，就知道多少人力的投入，多少心血，多少人挥汗哈。我相信呢，这都很多人呐、啊，叫我发到讲吼，变当地啊，为家人家亮丽。上说人生之苦莫过于病痛。45年前，上人目睹一滩血因缘喷池，当下一念悲怨，把握刹那与永恒。45年来，此际以爱为基础，以心血铺路。打造深具人文的慈济四大志业，在这疫病关系日益淡薄之时，慈济医疗不求私利，是以利益人群、同喜病苦人为首要。慈济医疗以人为本，使医病医心，守护爱的医疗人文典范。我们总是要时时用很轻很柔的心态哈、哦，来面对啊每一个人生。实际的宗教观呐、啊，
这是人生的宗旨。教呢是咱爱一生中爱学习的教育，这都是呢自己的宗教观。很期待呢，我们的佛法呢是人间佛法，人间佛法呢如何推向人间？导师要的佛法，那就是人间佛法。那我们要用什么方法去推向人间呢？所以今年哈，是咱基金会的45年嘛，我知道该是时候。因为呢，在台湾有这么多的慈济人是那样的虔诚，人人把心感起来，那么肢体呢表达出来，就是最美好的。用眼睛听到的，用耳朵看到的，让人人呢用心眼呢看得到佛教，主人他的悟道哦，他就会有感觉。希望所有的慈济人都能感觉到心到幻爱有接触。今年啦，我就要大推动忏悔。咱若要入经中，无有一个真清净的心呐，无法到经中入心呐。要入经藏之前，我都要要求108天的斋戒啦，大忏悔的大法会哈，不是干那伫台湾，已经哈是全球哦正确的宗教，要展示出来。入经藏呢是真口意心嘛，爱主管爱记住，唱的呢是入经藏的文，比的呢是华，真口意都很干净的，核心在华的来对，很虔诚很虔诚的一场呢大华会。启用的启在哪里呢？我是想启在台中入经藏的21，是全球的祝福。本来哈、哦、这一场哈、哦、是我要在台中啦，啊我一点精气是我一点心哈、哦，一点有这个尊礼，希望呢就是在这样的大殊胜的因缘呐，这就是最好的祝福。台中慈济医院2期医疗大楼以巍峨耸立，上人睿智思量，第一院区启用拟定于8月21日，与中区法譬如水清藏演义同步，以汇聚全球慈济人身口意清净的虔诚祝福，成就此大殊胜的因缘。洒脱人生在世，也要活得健康，人生才有真正价值。因此，慈济建盖医院不为其他，只为了守护生命、守护健康、守护爱。慈济医疗守住世间最有价值的生命，也守护健康，使人幸福。有了幸福，才能发挥人生良能，以爱来付出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慈阳，祝福您如意顺心，正言上人纳。